今年12岁，个性活泼老实，平常最大的喜好就是爱笑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你总是可以在他脸上找到笑容。但在这个笑容背后，其实隐藏了他自己的故事。连续5年被同学欺负，从来都不知道原因的他，却没有想过要去找寻答案。渐渐的，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，内心就筑起了一道墙。你为什么这一次想要让友豪去下乡？因为可以给他去乡下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，然后也许可以体验一下团体上的生活是怎样。当他体验淳朴的生活和学习如何跟人家合作。那他的朋友多吗？很多。Hello friend, come on friend。长辈们都很喜欢他，每次放学都会第一时间就跟那些安迪讲话。知心的朋友啊，不知道。因为他每天跟我讲他没有朋友，也许是没有所谓的知心朋友，或者是可以跟他一起去吃饭啊，聊的 canteen 这样子，应该是没有吧。学校的同学都怎么样觉得他呢？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很好欺负的一个人。想象过乡下是什么长什么样子的？一个农庄、菜园、果园，养牛、养鸡、养鸭。那些干部的人住高脚屋。你平常在学校跟同学的关系啊是怎样的？如果带我班啊，在我班就没有什么咯。你在班上会不会有人欺负你？会，很奇怪哦，他们一时不生气就。心情很好就没有弄我咯，心情不好就弄我咯。那你觉得说他们为什么会欺负你呢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我很弱吧。那你现在都怎样筛选你的朋友呢？看他几个月咯。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？没有。为什么你要一直抱着这个贝贝？如果没有抱着他，我睡不着觉有时。所以这个贝贝是你的最好朋友吗？从小，永豪的内心就渴望交到朋友，他希望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可以互相聊天玩耍，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一个好朋友的陪伴，他只好把心事跟他唯一的好朋友小熊诉说。这次他希望打开自己的心房，下乡去寻找真心朋友。我们带着永豪来到三美兰边界的亚裔马旺新村，一大早在村庄的路口就出现了3个人的影子，原来是伟汉的老师陪同他和爷爷在村口等待永豪的来临哦。陈伟汉今年9岁，个性非常好动调皮，每天最喜欢到果园里面玩耍，平常最爱跟鸡玩追追，更爱随意的爬树，非常随性好动的个性使得他拥有一副天真活泼的笑容。小小年纪的他非常渴望可以有个哥哥陪伴，不知道这3天的相处，永豪能否当个大哥哥好好的照顾这个弟弟呢？喂，这么有间隔的，这个用木板做的哦。才能让人充满成就感，感谢错了。你第一次看到永豪啊，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？我觉得他长到胖胖的很可爱咯，不会像那种很多手的小孩子这样啦，很乖啦。
跟你的孙子会合得来吗？应该是可以啦，因为他头一次见到都很好讲嘛，教他做功课啦，玩耍啦，像哥哥照顾弟弟这样啦。你第一次看到钟永豪的时候，你觉得怎样？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他像我哥哥，会教我做功课，长得胖胖又可爱。所以你喜欢他吗？不知道。你第一次看到伟汉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？很开心，很像我妹妹的一个班上的同学，很文静，很单纯，很乖巧。跟他做了什么事情耶？跟他玩那个陀螺和教他做功课，感觉他很像我的弟弟一样，我想利用大哥哥的身份来照顾他。描述一下就是这里的环境。他家里的旁边是养鸡还有果园。你这几天要住在这边，你会习惯吗？会喜欢吗？应该会喜欢吧。我没有尝试住过这里嘛，然后就会不舍得这里。永豪果然像个大哥哥一样陪伴着弟弟，看来才刚开始见面，两人的互动就已经很融洽咯。贴心的永豪为了让伟汉更开心，决定亲自下厨，要来煮伟汉最爱吃的食物。第一次开煤气炉来下厨，下厨的永豪看来还真是有模有样呢，可以吃到哥哥用心煮的食物，伟汉一定吃得很开心哦。第二天，永豪起了个大早，准备要和伟汉在这里展开他为期一天的校园生活啦。马旺玉华小学就是伟汉就读的学校，这里头全校只有37位学生，是一间充满爱和欢乐的微型华小哦。欢迎你来到亚裔马旺玉华小学哦，现在我带你来伟汉的班啊，跟我一起来。爱的鼓励。谢谢同学，很 surprise， 我一来他们就欢迎我这样子。有看到我班上那个白板吗？他们画了白板呢，欢迎钟永豪，很多下面一个字大哥。在这边上课跟你在城市上课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这里。为什么？他们城市每天都弄我的，所以这里就很好，会帮助，不想帮助。
跟我讲有那个食物在哪里拿，水在哪里拿，他们有帮我拿水啦。到目前为止，你认识了多少个人？六个，艾曼啊，子耀、佳慧、佳欣、凯正、丰龙、伟汉，他们变成我的好朋友。今天啊，你融入的这个班级啊，他们是三年级的学生，而你一个六年级的学生，你融入下去的话，你不会觉得说很无聊？因为他们跟我三年级的时候的书不一样，和他们一起学习，很像回去三年级一样样子。到了每个礼拜一次的武术课时间，各年级的同学都会聚集在礼堂一起学习武术，而永豪本身更是学习跆拳道的学生，来到这里当然要一展身手，表演一段跆拳道给大家看看咯。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接下来就轮到伟汉和其他的同学一起表演武术咯。大家都好厉害哦，小关姐姐我为大家鼓鼓掌。难得大家聚集在礼堂，当然要来个欢乐时光啦，孩子们尽情的玩乐吧。来到了周末，正好是学校一年一次的美化校园，为了响应环保，在学校的周遭都有种植蔬菜，现在大家准备要来挖番薯喽。你封两次，我封两次。这么难，好，放下去。待会儿。你这。慢点，慢点。房间，这里，嗨呀 ，surprise！ 你刚好猜对了房间，都给你的礼物，不给你的，天，那，一，尾巴，尾，喜欢。因为我也是喜欢玩Lego嘛，我在去找一些
很好玩的雷哥给他玩的。哎呦 ，sorry， 哇，玻璃单子啊，谢谢你。还回去这种多的时候，还可以跟朋友玩。乐高积木是永豪最喜爱的玩具，在城市里想要得到这个玩具可说是垂手可得。这么一个普通的玩具，对于乡村小孩来说，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礼物。而伟汉也将平常自己最喜爱的玻璃弹珠送给了永豪。可见两人真的很疼爱对方哦。来到乡村已经好几天了，永豪的爸爸妈妈非常的想念他，不知道永豪是否开始想念他们了呢？让我们来听听爸爸妈妈有什么话想说。永豪，你以后读书啊、做事啊，都要集中精神，还有不要觉得自己是不能的，你一定是能的。猴仔呀，你要知道哦，你哦和弟妹哦三个都是妈咪的宝贝来的。虽然如此，可是妈咪从来没有帮你们三个来比较。你要知道，你也是很棒的小孩子来的，尤其是近期来，妈咪看到你的成绩是越来越好，继续努力。妈咪一定会支持你的，妈咪是看到的，妈咪是很开心的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的 UPS 是怎样都没有关系，你要知道妈咪是爱你的，永远站在你那边，不用怕的。 OK， 有没有人拿你们来比较过？没有人听过。这样在这之前你有听过你妈妈对你这种内心的话吗？现在听了的感觉是这样的，他们这样子讲，我就奇怪一点哦。你觉得你在你爸爸妈妈的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孩子？嗯，很应该是很好的孩子吧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。还好啦。因为他来到这里哦，他不会讲很生疏啦，把自己好像自己的家这样子的孩子很好，跟我的孙比较啦，他是很乖啦。啊，你回去的时候要用功读书咯。要听爸爸妈妈讲咯。经过这三天的时间，在小小的村庄里，永豪找到了很多愿意接纳他的好朋友，更因为三天的活动，使得他跟这群天真的孩子有了更深的情感。时间来到了即将离别的前夕，孩子们为了要给永豪留下更美好的回忆，大家相约在礼堂，一起用欢笑来送别永豪。河马张口口吞掉了水草，烦恼都装进他的大肚量，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，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，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跟人间一样的盲目
我很开心从你来那天午宿和陪我一起玩游戏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又认识了一个好朋友。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因为我可以和你一起学习，谢谢你。你要好好读书。我很开心，因为得到这么好的一位朋友。我希望你可以再回来，我会想你，你也是要想我哦。我们也开心，永豪你要加油。我很开心可以认识你，希望可以再见到你。我看得出大家都和你玩得很开心，谢谢你的到来，我们很开心。我校的同学都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能认识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。不要哭，你是男孩，要保持灿烂的笑容，让世界更美丽。要走了，我们不舍得了，怎么？为什么不舍得这里？像好的朋友，对我人很好，开始一见我就很什么咯。我希望你们考试会拿到100分，你们天天开心，我回去了，再见。我也很开心在这里，我也不舍得你们，你们应该也不舍得我啊。大家。永浩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，这几天下来，我们发现他的笑容背后好像隐藏了一些情绪。在跟别人的相处过程当中，他好像为自己建立了一道墙，这道墙让他无法很自然很坦然地去面对身边其他同年龄的伙伴，也让他失去了很多交朋友认识朋友的机会。这几天的校园生活，我们发现透过了上课还有一些团体活动，永浩也渐渐地敞开了心房，也开始尝试去接受这里的小朋友。学校的老师也都觉得永豪很天真很活泼，也因为永豪的善良，这里的小朋友才能够和他很快地打成一片。永豪，希望这几天的夏商老师和同学给你的话能够鼓励你，给你力量，希望你记住这几天的感觉，再敞开心房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难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更棒的。